当时我的小宇宙实在是太强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是一张狼牌，非要在这种时候秀一个这样的操作吗？因为我挺想要自己出去说话的，不单发言怂，而且投票怂，留我一条狗命。你们神牌了不起啊，神的身份都没有你高，就是这么的尊贵。刀给你了，我不想打自己的脸，就是自己想 carry， 是不是？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应该是一个稳赢的吧，哥。你玩的优秀，我就让你有勇气过来跟我跳。谢谢苍老师给布置的家庭作业，大不了我们全死了。哇，小楼胸好大，我在我这个眼。那个看好刺眼。